五十来度吧，这个还是咱昨晚那个，这就原汤化原食。哎呀，这能起来炕挺不容易，你们啊，瞅瞅，这一个个支棱起来，站起来啊！早餐我也备好，我连我秘制的米嘎子都拿出来给你们吃了，能不能再整点？嗯，姐妹们，还是喝我们奶茶吧。当然，到我小杯杯里。哎，就倒一水小杯杯的。这还要打包带走？你这你点出息吧？你这有点五十岁老大爷的意思，天天端个那个大杯，其实里面是白酒。你把你那个倒里头。来吧。差点枸杞、啊。不给你客气了。给他差点枸杞，给倒杯里打。早上就是这个朝阳，一闻这个味儿，感觉整个人都好。我可真来的呀！来。那能够吗？那才、哎、能有一两酒吗？这个你是个人，五十来度吧，这个还是咱昨晚那个，这就原汤化原食。你们慢点，我点，我先逛早市去了。买点菜回来。快给我们那个卡大爷整点枸杞，泡酒里。我鸟的。我说呢。早市去了啊，干了再走。别倒了啊，干不了。我没有嘴里没有菜，我有点干吧。阿丽啊。嗯，好无辜啊。咱得打好样，人多多来了。你们的拍摄都是各说各话，没有一个人接彼此的话、嗯。天天你们就拍喝酒，别人肯定以为我们就是酒蒙子，早上起来也喝酒。我都逛早市回来了，来瓶常温暖。对，来瓶常温暖，青岛就可以。青岛不倒我不倒，经典。雪花不飘我不飘。服务员，常温的。常温的。哎呦！哎呀，三。三百。小姐姐们好啊！哎，你是见他亲还是见啤酒亲啊？我有点傻傻分不清楚。三梅，你信不信我用舌头把他给敲开？我信，你咋能信呢？谢谢。三梅说啥都相信，让我下面的梗都无处发挥了。三梅，我是个男的，你信吗？三梅，怀疑了，他竟然只是怀疑态度。哎呀。这牛肉干你真实诚，喝你们奶茶，我就吃你们牛肉干。哎呀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们招待我都得自己动手。咱们就别客气，都自己人来炒吧。这家伙为了早上吃顿早饭太不容易了，大早上起来就得卖弄技能，忙碌了一天的那个多师傅，第二天打开了美团外卖。这年头没点技能，真是饭都吃不上，早饭都吃不上。史上最惨到呼伦贝尔做客的客人。漱口吧，漱口。清晨的酒啊，你清醒一天。喝点小啤酒，快乐就来了。酒都打上，打整吧。哎呦，来走吧，卡大爷来，你卡大爷整点白的。这个一会儿我遛鸟的时候用的。我这会儿那个哪有啥？哎，就在那给我带了点，我打包。要不能够，对，要不能够。又滋溜一口。这溜半袋没有了，可咋整？又滋溜一口，又滋溜。有点量的少。你不一斤，你吹牛的样子像极了当年的我。